Hey yo, what's up, guys? This is Rex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 Avenue K 的名人轩，我们平常很喜欢来的一间酒楼，去跟我们的朋友们这个年饭聚会。这边最出名的其实就是那个北京烤鸭，可是今天没有，因为这道菜其实是要预定的，然后十一点之前他们为了上菜快一点，所以他们就没有做这道菜。我们很喜欢来这间酒楼，就是因为这个北京烤鸭。结果他的北京烤鸭真是超级超级超级好吃。Just you know who I am。结果没有，这个不是叶片。我今天有带一点小礼物，不是小礼物了，肉干是算过年叫什么？送礼家品。我还准备了一个小游戏给我的朋友们。其实那个游戏呢，主要是让我去骗他们红包。干嘛骗人家红包？因为新年说很少红包。你往年都不开红包这一个东西。难得有机会拿红包，真的。对，是在座每一个人都还没有结婚。你看你就知道我想骗他们这个红包，你就趁这个机会去骗他们红包。我们有什么菜其实今天大概？擂台哦，鱼啊、肉啊、虾啊那些。虾。都等一下再拍给你看。Let's go。恭喜发财 ，everybody！很配合，全部非常好，恭喜你们发财。这个是鲍鱼，没有，这是袋子，真的袋子啊。大家对面的小心哦。哇！哇！哇！欢迎广进！要这样收回进去。鱼收回进去。这是什么？八款鱼，什么是八款鱼？老不老啊？哎，叫八款鱼，叫八款鱼。老到这样子，会被罚钱的嘛？来，兄弟们，走一个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啊，看到我带相机要拍 vlog 啊，本来没有梳头，他特地跑去厕所梳。YB。哎，镜头 say 个 hi。hello， 我系适当嘅，我系适当嘅阿面包仔，你讲唔准啊，我都系叫翻 Alfred 讲，佢系咩行过？佢系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设立嘅马鞍沙滩新村嘅 YB Dancery Doctor Simon Shell Justice of Peace。对，给点掌声 ，YB。无端端给我摆上台了，这些是真的是我朋友来的，我不是请回来演的。啊，你不要误会啊。这个是什么名堂呀？花岗砂鱼骨汤，用银脂补功。没有北京甜鸭，可是有这个什么北京甜鸭？北京鸭，冇北京鸭，但系有这个咩啊？这个也不普通，这个有黑松露。黑松露烤鸭。很香诶。这个是笋花来的呗？是啊。如果 Charles 跟小马在又要酸我了。我忘记跟大家解释说为什么今天穿到这样唐装，除了是因为新年的关系哦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这个宴会的 dress code 是唐装，所以今天全部人都是穿唐装的。一个一个介绍一下看。哎，彩衣。这是我的彩衣。彩衣。Yes， hi。你介绍一下你今天的唐装，所谓的唐装。我没有，我的唐装很普通。你都不配合，你这个是唐装来的。你看这板凳。这个是游客照啊，游客照，突然间不会怎么了。全部都是唐装。YB 是最出色的红色的唐装，果然是 YB。然后你的脸哦，比我的二哥还要红哎，你知道我二哥是谁吗？我的二哥姓关，吃虾肉。这个是鸡头包，他们就写五头，我咪讲五头啊。五头包压着一个第一碗用的 sponge， 就是它。每次看到这个豆腐，还要讲一轮。是耶，真的很像哎，所以我每次看一次我就要讲一次。看一次讲一次，因为太像了。今天带了我们至尊宝肉干来送给我们的朋友们，来恭喜发财！谢谢谢谢，要颁奖哟，生意兴隆，恭喜发财，万事生意，心想事成。彩衣，恭喜发财，彩衣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哎，以上，哎，一齐得啦，一齐得啦，啊，得个，二姐。
喂，新蛋翻落，有冇先？有冇先？哇，大佬好大杯啫，咁咪乖咯。哎呦哎呦！哎，这我多一个，多个，多个 ，OK， 多谢，恭喜发财啊 ！OK 了，肉感就拍完了了，现在到下一个了。哇，多到多少岁？要多少就是还要进多少钱进去？哎，想问这个东西，你是几时准备？刚刚在家里准备的，是不是很聪明耶？谁开始先呢？找 Aiden 先了。Aiden 先了。Aiden， 来，祝大家健壮。祝你活到多少岁啊？放多少钱就是多少岁啊？肯定，我的 back 在那边。很气美女，诈骗集团里头。没有，你看我这样好派肉感。先给你一个甜头。五十岁就好，五十岁就好。够吗？够啊，五十岁够啊。哎，你每个都要去骗他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现在卡也是可以的，他选过也是 OK 的。天气。OK， 下一个。这个六不到，六下一个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去骗男生就好。应该找 YB 哦，可以哦。好人一视平安。谢谢谢谢，好人一直平安的，祝福你祝福你，好人一直平安。哦，你现在好人一直平安，你现在在愁着你的扑克本呢。好人一直平安啊，你真的是活到一岁又大佬哇，祝你活到一岁，一岁，所以你活到咁多岁咗。你慢慢走进来。哇，识玩哦，这波你要交啊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我要帮啊。谢谢啦，麻烦你了。感晒咗咯，我啱啱补你一杯。啊，等我冇咁长命，咁长嗨咯。两个人长命百岁啦吓。啊，长长久久，长命百岁，开枝散叶，落地开花，富贵荣华，兴啊旺啊，快乐。来，你们吃饭还可以赚钱。来，肖啊，肖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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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谢谢你们配合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我们要去到朋友的家拜年，很大很大的一间家。Let's go， 已经到了我的朋友的家了啦，很大很大的一间家，你们想要知道有几大吗？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。这里是蛇当的新村，其实是等一下。中国这边可以这样大，它是用地来起的，可以用空地起的，四到也是五个空地，之前以前是空地来的啊，对对，然后一间间加热起，差不多一个是小足球场的，对，差不多是bungalow的地，你看那个地，它外面哦，你看一下这里，它这边就好像一个二手买卖车场一样。这个只是他家的一小部分，还有就是刚刚骗回来的那些红包钱哦，全部我已经捐出去做经费了。那些经费的用途呢？用在哪里呢？就是用在这里了。全部的钱已经用在这里了。它的家除了很大之外，还有很多奇特的动物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真是大到我去厕所要大不了。来给你看一下豆豆 ，Hello 豆豆。它以前是很小很小一只吧，可以拿去烧了。这个烧一次我看可以吃很久。佢个肚哦，就嚟拖地咗，你知唔知？你点样养佢可以养到咁大嘅？喂，你看它的肚子真是大到豆豆，点解你咁肥嘅？点解你可以食到咁肥嘅？一天吃三碗饭。狗火米就是要火米是整个包那个就是很多个人吃的一个分量，神经病！哇，你真是胖红了。哎，你觉得摊开来吃可以吃几久？够多个人吃啊？群聚营，你可以喜欢烫我的水。他的脚真是好像动物园一样，你看。Hello, rabbit。哦，看完动物园了，现在看水族馆，这个是金龙鱼吧？所以刚刚那边是后院，这边一间房，这边一间房，这边有一间房，这边是两层，然后这边全部是后院，那边还有很大的后院。
是165，肯定是啦，谁出局就谁不交手嘛。对呀、啊，165 ，OK， 就是多给罢了，165。So, 基本上我新年期间过的日子就是大概这样子，就是吃饭、喝酒、赌钱，基本上每天如天的差不多是这样，就这样子吧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、打开那个小铃铛。So,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